他大概从开始学会说话之后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哼哼唱唱，他就会跟着唱。然后后来慢慢就是会句子越来越多，到可以完整唱一首曲子。然后到现在可以唱完整首歌，然后现在还会唱一点英文歌，我觉得进步的蛮快的。当然是看他越起越快啊，然后越学越快，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一开始他慢慢的叠起他第一块积木，后来越来越高，很短的时间你就发现他真的越学越快了。转过头发现，哎，他又学了一个新的东西。对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怎么又会了？每天都有一个惊喜。我觉得宝宝的学习力比想象中快很多。我推荐 S26 哎，我会推荐 S26给其他的妈妈。会，我会推荐 S26给大家。万名妈咪选择 S26，S26 加入神经鞘磷脂，帮宝宝快转学习力。